朋友们，正在为7月25的专场活动备货啊！沐浴露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是鱼油，7月25的活动，羊奶粉买一送一，鱼油买一送一啊！现在全部都在备货，还有很多的新品小零食都是给大家选的货，鸡胸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哈，个位数一大把，鸭腿个位数，然后呢这个是猫饭啊，个位数一大箱。 还有大家要的这个磨牙棒啊，这个磨牙棒呢是蜂窝油专利的，是真正能够起到磨牙效果的。夏天养狗养猫的家里是不是味道大，用来拖地的啊，浓缩型的。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们呢没有养狗狗，没有养猫咪，但是愿意支持我们。7月25是我们家大闺女啊，我们家小八7周岁生日，我们也为一些没有养宠物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些福利品，水杯啊，保温杯，还有一个啊，这玩意老好了，这个呢是儿童的电动牙刷。 品质非常非常非常高，有男孩的，有女孩的，这个呢现货库存我们就搞来了300单，专门放福利的，不正价卖，无限充电，能来薅羊毛的薅羊毛，能来抢福利的抢福利，还有重要一点什么，囤粮食啊，这边正在备粮食的货，宠爱一生的粮食，整个仓库里面备的全部都是现货，返场618活动机制。 得了这个粮食，直接是保价双十一的。想要参与的朋友们呢，直接去联系客服或者是全家福上面的专属客服来给大家开活动。